梦想家有十一分的优势，比赛剩下7分40秒，海燕运用莫伦斯的移动城堡来做掩护，但是亦步亦趋是钱克尼，这个防守非常的精彩啊！想开后门，弹跳界外，这一次李凯燕受到钱克尼相当大的压迫，这是非常精彩的防守，年度防守第一队钱克尼。哇，钱克尼这一次真的防守相当的精彩，所以这次防守成功，他也非常的振奋啊，非常的兴奋啊！哇，这比口香糖还黏！哇，这个真的是，这个应该是。3秒交了吧？没错。